现在是下午4:30。现在收拾收拾，准备上我姐家蹭饭去。错，咱们去买菜去。啊，买完菜下我姐家蹭饭去。这小孩又跟我造了一天，走了，多少身呢？没事儿，放假了嘛，放纵一下子，是不是啊？嗯、上学想这么埋汰都埋汰不了。过两天看看成绩出来了，咱们再说。怎么老说那话呢？装2瓶米酒，烧几样，一个奶油的，一个青提的。走吧。4点多，外头就这么黑，你说。从店里面拿回来一个木勺子，俺家那勺子都用了3年了吧，该换换了。然后为什么拿这个吗？这个勺子它为什么长得这样？你们看看，我觉得它挺有特点的。我给我妈没形容，我说它像养壳。这是我们去超市买的菜，今天晚上炖排骨，然后等小李子回来给我们做那个灵魂酱料。买了一兜炸骨，还在那泡着去腥味。简单的就整个排骨得了。哎，你家有那啥吗？圆葱香菜吗？有。好久好久没吃小李子整那个秘制酱料了，这一大盆，这肉还挺多的，看见没？全是肉。今天在店里面切东西，手受伤了。我洗的干净。嗯，还认真。对。还负责任。就是磨叽。剩下来就交给我啊，冷水下锅。来点料酒，时间有点不太赶趟了，赶紧的啊！哎呀，还装不下呢。煎汤，40分钟，现在多长时间了？不用，先加30分钟或者是20分钟行，然后一会儿再放那个冬瓜去。40分钟，正好3分钟，行，没事儿。切片儿，切厚厚的薄片儿，切厚片儿，厚一点，一顿就烂乎啊。这样厚一点的、啊。对，你搁这锅一会儿压5分钟就完事儿了。厚厚的薄片，嗯，谁教你这词儿？就看那教做菜顶说的。还有打两个我下的鸡蛋，嗯，打两个公鸡蛋。我的妈呀！把这锅又热一下，昨天吃剩的。来点糕点。哎，你们仨哈上俺家来吃饭了，俺家餐桌样式都花花了，就像俺家天天大米饭啥的。我姐夫不说了吗？没事经常来。俺们来了，他伙食也变好了。人多我也愿意做饭，人少不乐意做。这蹭饭的可能有点急了。不给我开门、啊。蹭饭的有点急呀、啊。别。李大厨，上线。老看你家吃，你知道吧？烦呐！李哥秘制小酱料，里边是圆葱末、香菜末，再加点这小泰椒。大厨上线了，我撤了，洗个头。让我们把熬把水烧了。来点牛肉粉，白糖，来点醋，最后放酱油。直到到点了，哎呀，行行行，好香啊！不用放盐是吧？咱直接蘸料。妈呀，这回装不下了。哎呀妈，锅小了，再压个5分钟。小李子，嗯，你那个嘴是铁的，手铁不铁？直接从锅拿出去。李铁手，李铁掌，把这个。五花肉拿一下，李铁皮，你看这个勺子是吧？不耽误用啊，又不是工艺品。不是，我就特别喜欢这种东西，你们想买就买吧，这样勺子我们家没有了，打赌。有正常的啊、哦，你这整的咋？他们以为咱家不卖勺子了呢。不是卖，啊，都是这种正常的地标的。这那个是有特色的，我这万里挑一挑出来的，完送我家的。我们又见面了。哎呀，
又来了哈，开心吗？开心。啊，我就不开心呢。中午自己带伙食上我们店了，没吃了的饺子也拿回来了，上桌。你瞅瞅，天天伙食就这么丰盛，你说我不来蹭能行吗？是不是俺们不来，你从来都没吃过这么丰盛的菜？那不可能，我媳妇天天掉饭给我做呀。是吧？这最次的伙食都不乐吃。哎呀，这个电脑开着了，啊，你要用。我姐天天借着直播的油子，然后天天喝各种口味的米酒。有种什么感觉？就大家喝没喝过那个水晶葡萄那饮料，跟那特别像，酸酸甜甜的，就淡淡的葡萄味，好喝。嗯，不错不错。过年肉都拿出来干啥呀？俺俩下班去买菜，撒啥谎啊？谁花钱呢？你要这么整的话，你可以出去了，你不要在这个家待了。谁花钱？我没意思。别让人家花钱，我没意思。这么不大气，你管谁花的干什么玩意儿？您说错了，我说别让人家花钱。是吧？刚才怎么不瞅人家？我不知道他看不着我。他不知道我拍视频呢。快点，硬菜上桌。够不够？好呀，差不多。哇塞。OK。行，我来给你。看出来谁是最饿的了吗？你看见了吗？刚吃完。康康康康康，嗯，还是这样的。我不爱吃这样的。那你去拿个勺去。咋的？妈妈。你往那个那边跑，跑中间有个铁勺，你拿过来。孩子是吧？我爸做的啥呀？你爸做的那个酱料老好吃了。好好吃啊！真好吃，我吃饱了。酱料啊！你姑娘吃饭团子了，她是吧？我也订了。妈妈，哎，真好吃。吐。是这个吧？嗯，有点猛。吃饭了。我像那大酒鬼，给我来一口小火锅。没啥了，这葡萄那葡萄好好好，给我倒满。真好喝，怎么抠出来？真是服你了。你俩发话发的羞了，怎么了呢？你会跑，你会跑。料好像做少了。料啊，还有。料不少，你给你媳妇给多吧。你帮我夹个小的。你傻呀，这小子。怎么处处彰显了他这么不大气呢？啊？嗯。没教育好。料比他小给多了，肉还问谁花的钱？再以后不来了。要是我这脾气，我就天天来，我就气他。那行，天天来。我就当你说不来了。天天来就天天来。这肉都脱骨了，炖的时间有点长了。你想吃的我都想吃了。啥呀？肚子也没闲着。低调点，毕竟大骨头也不是啥好东西。嗯呢。不像某些人光能吃那种酸菜，低调点儿，没有啥实力给你刨窟子。这两天跟他爸玩游戏，他爸老劲儿那个给他怼嘎啦，就揍他。游戏里边哈，给他气的，你有啥实力？不就用钩子吗？你有啥实力？说他爸，昨天都快气哭了。命正顺，他也是那天老啥时间了。那天休息给跳完给整哭了，哇！你俩没正事儿的爹，他俩真优秀，陪孩子玩儿呗，孩子。嗯，昨天、今天分析的，我跟你说，我爸咋玩？但是那钩子，你打他就防呗，你不打他还攻你。我这还总结了一下子，你明白。要不说我李哥向着我，你看吧，最后上桌的小料必须得配齐，充足啊。嗯，来一块。勾引的时候，主人家的就这么亮。洗，后上桌的就不行了，只能吃冬瓜呀。别说那没用的，那一盆全是肉。煮完你吃了吗？哎，这干货、这个是啊。那都泡汤了。眼睛入手的光，吃完菜就泡汤。该说不说，我李哥做的小料真的好吃。大家试巧呀，俺俩这碗没有了，黑我。俩人在那研究呢。
人家谁吃多点，但是我没吃多点，吃我都吃小碎骨。嗯，他说你看我全干大骨头，我说大骨头没有肉，小碎骨全是肉，我干的都精华。你俩吃软的吗？你俩好像吃的那个自助呢，在那算才能吃回本。你得吃好啊，是不是？左六他会人情。我抬好几回了，昨天也来了，前天也来了，明天还得来。我的脸都没地方放了。你看。你得买点啥回来吧？没有，没给点钱。给点钱，那没人干啥。你下一顿管他多少钱呀？要我命吗？我这钱要我命吗？